要请勇气班的家长哈，来为我们呈现这一部独立剧场。好，开始，老师呢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角色。好，老师请东姑阿杜拉曼挥挥手。东姑阿杜拉曼啊，东姑阿曼是由我们勇气班的张乐谦爸爸饰演。接下来我们请马来人，马来人挥挥手啊，这个是马来人。Assalamualaikum。Assalamualaikum， 有没有？他戴帽子的啊、哦，还有米塞的，好像马来人这样哦。他就是张艺勤爸爸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华人，华人爸爸挥挥手。华人爸爸啊，华人爸爸，他是由我们勇气班的江恒瑞爸爸来演。大家好，讲大家好，还讲华语的哦。然后啊，你们看哦，这里有一个穿白色衣服啊，头上有白色，你们猜一猜，他是什么人呢？对了。他就是印度人，来，印度人跟我们说，文德哥，哈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英国国旗，然后有一个戴帽子的，他就是英国人。Hi，good morning。Hi，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 everyone。他呢就是由我们勇气班的许曼爸爸来饰演。好，老师要请各位小朋友们要非常用心的，很安静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东姑阿杜拉曼当年1957年的时候就怎样带着我们马来西亚独立呢？请大家慢慢的观赏。Hey, ini tempat saya. Mengapa kau datang? 不要来找我，我不会帮忙你们的。Saya sibuk. Saya lagi sibuk. Tak ada masa nak layan kamu. 太好了，这个地方的人这么不团结，我们有机会了。大家好。我是过来帮你助你们的，所以你们以后要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天然资源，都是我们英国的，所以你们把这些东西都送给我们，那么你们有任何困难，我会帮助你们的。Orang Inggeris lebih pandai daripada kami. Kalau kami tak ikut cakap mereka, kami yang susah. 对对对，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他们吧。Ini biji timah bagi kamu. 这是石油。Ini rubber. Kayu.太好了，你们都很听话，啊哈哈！我是东姑阿布拉曼，大家好，今天大家来好好的谈谈，讲讲吧，谈我们的国家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都被外国人管制，样样事情。都要听别人的话，自己国家的事情自己都没有权利去决定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是不是应该要靠我们自己？你 orang Inggris baik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英国人帮我们建学校，帮教我们英文，建铁路，建物质啊。Tapi orang Inggeris telah mengambil banyak barang kami. Orang Inggeris kata mereka akan jaga kita. Tetapi mereka lari balik bila orang Jepun datang.
Kita yang susah selama 3 tahun 8 bulan. 现在日本人走了，英国人又跑来，跑回来管我们。Kalau ada negara lain yang datang, tak tahu orang Inggris akan balik ke negara mereka tak? 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，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自己。Boleh kan? 哎呀，你们看看看，这是一根树枝，很容易就断了。但是，你看这里有十枝。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，可是如果我们马来西亚的全部人都团结起来，就会变成很大很大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，因为我们呢都是一家人，都是马来西亚人。Kita mesti bersatu padu. Kita mesti menjaga negara kita sendiri. Kita mesti berdikari. 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Kami nak halau orang Inggris kena berperang tak? Ramai akan mati. 不，打仗呢是不好的。我们一定要以和平的方式争取独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牺牲的精神。我们不需要流血，我们也不需要牺牲生命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可以自私自利。我们要的是和心、和气、互爱和协力。对，大家一定要。我们要的是和心、和气、互爱和协力啊！来来来，我们选出代表，我们一起飞到英国去跟英国人好好的谈判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您好，我是东姑阿杜拉曼，我们代表马来西亚所有人今天来到这里是要告诉您，我们已经可以独立了。 Are you sure? 你们真的可以独立吗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 I'm very sure 我们可以独立了。你们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吗？对，很感恩你这么多年的照顾，我们终于明白，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团结，我们希望可以自立自强，希望您可以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独立。我们已经成立了新的政府，这个政府呢，是联合每个民族所组成的，我们也立了宪法，所有民族都会团结一致。我们的国家，请让我们自己来管理。你们真的可以独立了，知道要核心和团结，好吧？我答应你们，跟你们签条约，让你们独立。我宣布，马来西亚从此脱离英国殖民地，马来西亚可以独立了。8月31日，马来西亚独立了。Hari ini ialah tanggal 31 bulan 8 57. 小朋友们，家长们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庆祝这个独立。 Mari kita bersama-sama melakukan kemerdekaan.
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大家跟着我好不好？准备 Merde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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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rdeka。Thank you。